诸位大德同修，大家吉祥，阿弥陀佛。我们学习师长48大愿这个课程我们刚好讲到第18愿这18愿呢也是48愿的核心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得深入学习而且得要依教奉行决定得真实的利益当身呢往生不退作佛。那我们顺着经文稍微复习一下前面有谈到的重点。我作佛时十方众生闻我名号自心信要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乃至十念若不生者不取正觉唯除忤逆诽谤正法我们看到十方众生呢那包含我们在里面呢而佛的这一愿佛的48愿为谁发的呢为我发的。这么一想很亲切这么一想很感恩因为阿弥陀佛没有发48愿我自己也出不了轮回了。要出轮回要断见识烦恼那我就常结轮回了所以我们能够这样去体会不要说见识烦恼一个身见自己放不下了尤其去过我们多伦多尼亚加拉大瀑布总长才972公尺还不到一公里你来看那个水量之大印象深刻在美加边境佛的比喻要断见识烦恼要瞬间把40里的瀑布截断了那40里瀑布比喻我们长劫轮回这种妄想分别执着念就像这个瀑布的流水密密麻麻止都止不住我们有这个体会了在念这个48愿呢念到十方众生有我的份了那闻我名号老和尚提到这个闻呢是缘分听闻了这个缘呢决定不是偶然的这个缘不是偶然的这个世间任何的缘呢也都不是偶然的一切事没有离开因果两个字
啊，所以这一世遇到的缘呢，都跟过去生有关的了。啊，所以生性因果啊，人就心平气和了。啊，学佛生性因果是很重要的基础了。因果都不信啊，那就佛的话就不相信了。哦，佛所讲一切经教啊，从事上啊，不离因果两个字。那所有的事都是因果啊！啊，欲知前世因呢、啊？今生受者是。啊，所以面对逆境恶缘呢、啊，不止不会难过了，啊，会觉得哎，债还了、啊，啊，无债一身轻了、啊，啊，就心平气和了。哦，那老人家这里点出来了，这个缘呢不是偶然啊。正如世尊呢啊，在《弥陀经》啊本经当中啊开示的善男子、善女人啊，能在一生中啊听到阿弥陀的名号经论。哦，那真是善男子、善女人啊、哦，不是假的。而且这个善字啊，是无量劫来所种的深厚善根，跟其他经上所讲的善男子、善女人呢不一样。啊、哦，其他经讲了善男子、善女人。力行啊，十三业啊，那善符合善的标准。好，那在净土经当中啊，这个善呢，啊，无量寿经给我们讲出来了。啊，若于来世乃至正法灭时，啊，我们现在不只是正法灭时了，是在末法了。已经经过又经过相法，到了末法第二个一千年了。当有众生呢，植诸善本，以诚供养无量诸佛。哇，他这个善是供养无量诸佛啊！啊，有彼如来加威力故。得到无量诸佛的加持啊，能得如是广大法门呢、啊。所以这个听闻不简单了、啊，不是偶然的、啊。哦，经文接着说啊，摄取受持啊，这个摄取就是摄阿弥陀佛果地的功德、啊、为自己的功德。哦，所以这个法门是他力派，靠阿弥陀佛的愿力加持，果教门呢，它是从果起修的，哦，它是不可思议的法门，这个法门只有佛能讲清楚了，唯佛与佛乃能知啊，啊，如来功德佛自知。他果地上成就的法门，唯有世尊能开示了。所以不是偶然了。清朝彭济清居士说的无量劫来稀有难逢之一日啊。哦，我们积累了很久的善根福德因缘成熟了。那成熟了就要掌握啊！哦，不掌握哇，那
这个遗憾呢，没法说了。啊、哦，再说啊，阿弥陀佛为我发的啦，不珍惜那不是太辜负阿弥陀佛了，太辜负十方诸佛的苦心加持了，护念了。哦，这佛恩浩大，啊，劝发菩提心文呢，念本师恩，念佛恩排第一啊！啊，因为佛都是生生世世啊，随主于我啊，啊，一佛出世，千佛永戴呀！啊，多少尊佛跟释迦牟尼佛配合来的？哦，来度我的，所以不能辜负佛恩浩大。啊、哦，况且我们自己在思维，啊、哦，我们听闻这个法门的过程呢，也有很多的啊善缘帮助啊，啊，首先。老和尚讲经一生62年，啊，把净土经，尤其无量寿经啊，讲这么圆满，是我们最重要的真上缘呢。我都不能辜负他老人家，啊，他老人家给我们约好了，啊，在极乐世界相见的，哦，我相信大家都答应了。啊、哦，凡出言，性为先啊、哦。戒定真香啊，这个香也有所性的啊、哦。嗯，啊，这个香飘到极乐世界去了啊，守这个性诺啊。哦，所以师长这里提到了啊、哦，这个善根呢、啊，比那些。经上讲的守十善的，啊、哦，那些深厚的太多了，你才有缘分呢，听到这部经典，听了之后啊，还能够很欢喜啊、哦，这都不是偶然的，啊，接着经文呢，自心信要。哦，这些句子都不能划过去的。啊，自心呢，真心、诚心，决定没有啊虚妄的心。哦，发了愿要往生了，不能骗阿弥陀佛了。好、哦，而且这里啊，师长给我们开解了。这个自心啊，就是一心。从今而后，我们尽行受，现前这一生呢、啊，要做到啊，念之在知，啊、哦，归心似箭呢，啊，维、哦、大师说的净土为归。啊、哦，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经验啊？2、3年没回家了，啊，思乡心切啊，坐上车啊，还是坐上飞机，脑子里都是想着家里的情况啊，尤其是想妈妈煮的菜啊，当然这样会有点贪吃啊，哇，你看脑子里都在想。那我们今天要回西方极乐世界的老家了，那应该常常念着佛，想着西方极乐世界，一阵庄严嘛，这个才是归心似箭呢。哦，所以净修结要32拜，每一拜都是极乐世界的一阵庄严。
不知道大家拜下来感觉怎么样？哇，那个加持力很强啊，身心舒畅啊。更重要的，这个求生的心啊，随着每一遍呢、更切了，这个才是念之在此。最近呢、好像全世界天气都比较热啊、哇，连欧美地区也热到晚上都流一身汗呢、遇到这样的天气，有没有更想到极乐世界去了？没有四时寒暑渔敏之意啊！半夜醒过来要再睡，好难了啊，挺痛苦的。不过痛苦呢，又是烦恼啊，把它转成求生净土的愿力啊。像我现在觉得做人挺难的啊，太冷了不行，太热了又不行。哇，这个是。这个臭皮囊挺难伺候的，还是去换极乐世界清虚之身、无极之体、才是真正有智慧了啊！还贪恋这个每天搞这么累的臭皮囊，所以你看，忆佛啊，要想极乐世界忆正庄严了，我们看到这个世间。这些情况，哎呀，很想去极乐世界。这个心呢就越切了。所以心里念念都是阿弥陀佛。这个72页这里提到的。中间位置。尤其啊，师长接下来这个开解很重要。一句一句啊，不可以间断。当然老和尚不是逼我们不要间断啊、老和尚分析给我们看看，间断呢就产生两个现象，把理给我们讲清楚啊。一是打妄想，起心动念，胡思乱想。我们随着这些开示啊，自我关照啊，师父领进门呢，修行靠个人。一是无明，没有妄想啊，就堕到无明。所以众生不是堕在妄想，就是堕在无明。这多可怕啊！堕在妄想那一边，就是贪嗔。你看我们在想事，你有放不下的事啊，有贪求啦、或者呢，很生气的事啦、常常拿起来想嗔呢、想那个人我就生气，都在打妄想贪嗔呢、堕在无明啊，这边就是愚痴啊、我们举个例子。了凡先生他遇到云谷禅师啊，三天没有起妄想是吧，但是他堕到哪，无明愚痴啊，他的命运一点改变都没有，他没有智慧啊。有时候人家问我，哎，你在想什么啊，没有，我什么都没想，但是没念佛啊，还是堕到愚痴里面去了。那搞贪嗔痴啊，贪嗔痴是轮回业啊，所以不念佛号啊，就念贪嗔痴，这是我们不知道。祖师提醒我们，我们自己啊，冷静想一想，
一点都没错。佛号断了，就是贪嗔痴，就是造六道三途业。哇，你看老和尚这分析的多深入透彻了。啊，中峰禅师啊，在《细念法师》里说呢，须臾被念佛之心，刹那即结业之所，结三途六道业啊。所以我们要高度的警觉性啊，高度的认知啊。这一句佛号是净业，教我们永脱轮回啊，往生不退成佛。一生中就可以把这件事办得圆圆满满了，当生成就的法门。好，所以自心呢是关键的字眼。一心一向专念，念之在之。再来第73页讲到了要。要是爱好啊，欢喜爱好，人生中第一喜欢的就是这件事，其他任何事啊都不能取代啊。所以黄念祖老居士说啊，要把念佛啊摆第一，最喜欢的事啊。那我们看老和尚开解到这里啊，我们问问自己啊，念佛是不是最喜欢的事情？那这个在自我勘验的我观察啊，有同修啊，一讲到吃东西啊，眉飞色舞，哇，讨论的啊，都停不下来。啊，一念念佛，有点要打瞌睡了。那这样有可能吃比较是最喜欢的。所以这个要自己勘验啊。所以最喜欢的这个才是自心信要啊。所以我们有没有做到这个阿弥陀佛啊，是从这样的心，自心信仰的心啊，生出来的。这才相应啊。相应很重要啊。不相应，口念弥陀心散乱了。喊破喉咙也枉然了。所以师长这里说的，一念相应，一念佛；念念相应，念念佛。所以念佛的人呢，不能不知道，要自心性要相应的去念。如果不知道啊，那念了一辈子佛啊，到最后不能往生呢。那就很可惜了。所以实在讲啊，我们过去生中，生生世世啊，都念佛。不是这一世是第一次了。那一接触就接受了，怎么可能第一次呢？虽念佛啊，没有把这一句经文啊深入透彻，不晓得这个道理啊，没有把这自心性要四个字啊抓住啊，所以只跟弥陀啊结个法缘而已了啊。这个分析很有道理啊，不是自心性要，不是最喜欢，
那临终一定是强者先迁的。哪件事最喜欢就把我们拉走了？哦，所以这一生又遇到了，这一生的缘很殊胜啊，因为我们遇到老和尚了，把《无量寿经》呢给我们讲，讲的圆圆满满，又遇到啊夏老慧起、黄老注解，老和尚讲注解。四次圆满，还遇到海贤老和尚给我们表演做证明，还劳他老人家拿着那一本《若要佛法兴啊，唯有身战身呢、啊，肯定会几本呢、啊。哦，老人家一生从来。不，没有主动说要拍照的，啊，那众生邀请了，啊，那老人家恒顺了，从来不主动拍照，啊，唯一一次，看到这部书，啊，赶快让弟子给他拍照，啊，所以视线的都非常明显了，可是呢。老和尚又怕我们看不懂啊，哦，还花了6个小时啊，讲解海贤老和尚的表法，啊，这个对我们末法众生呢，非常重要啊，哦，我看我们48院学完了，啊，一起再把老和尚这6个小时一起学习一下。内行人看门道啊，这个海贤老和尚哦，那我不敢乱猜啊，啊，但是我肯定是西方极乐世界来的佛菩萨了啊，嗯，那他们应机给我们表演的，应我们这个时代，都有很多修学关键的表演，我们能看懂啊。可能就少走弯路了，弯路啊，怕弯不回来了，啊，甚至没看懂呢，陷到坑洞里面去了，啊，所以这些大善之士用心良苦啊，合起来给我们表演了，所以啊。这个缘不多啊，一定要把握住，不能放过啊！啊，决定在这一生往生啊！这里啊，老和尚进一步讲到了这个自心性要，就跟楞严会上大势至菩萨说的啊，净念相继啊，一个意思。你最欢喜这件事啊，好，你一定啊争分夺秒念佛了，好，好，所以如果不是净念相继，那就不是自心性要。啊，老和尚有说了，啊，我们呢不用做事的时候。佛号提起来，而且那个提起来是自心性要的心境。哎，真的家里工作上需要处理事了，啊，哎，佛号先放下，哎，但是真心不能放下啊，啊，真心去处理事情。对人、对事、对物，真诚恭敬。
好，所以师长讲念佛，这个念字精心，心上真有佛。那主持代人也是用真心啊。啊，事情办完了，佛号再提起来。啊，当然你在办事的时候啊，佛号可以不间断，事办得更好。哦，那就像海鲜老上，他在农耕的时候，佛号没有断呢。哦，所以这个就是用功啊，不要间断。啊，所以下莲居老居士慈悲啊，教导我们，在处事的时候啊，怎么用真心。今天假如说善知识没告诉我们怎么用，那也就罢了。老和尚也教我们，下老也教我们，我们再不干呢，那把我们自己的福报给糟蹋掉了。老和尚教我们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来存心待人。下老说到了，处事啊要用第一念，第一念就是真心，不分别，不执着。处事时啊，豁然而大公，大公无私。哎，这个要自己关照了。不能掺杂私心在里面。啊，公则为真呢，私则为假。物来而顺应。啊，用心如镜啊，啊，祖师比喻真心如镜啊。哎，就在做事当中啊，啊，要靠近真心，啊，像镜子一样，镜来不惧，啊，真诚面对，进去不留，这个事情过去就过去了，佛号提起来。啊，事已过，勿留滞；事未至，勿将迎。哦，我在英国遇到一个老先生，70岁了。啊，我跟他交谈的时候啊，啊，他皱着眉头说：“哎，人怎么这么奇怪啊？我这70年走过来。”发生有高兴的事啊，有难过的事啊。怎么我现在一想就是难过的事了，都没有想高兴的事啊。哦，所以事已过，勿留滞啊，不能装一些难过、悲伤的事在心里面。啊，有没有装呢？照镜子就知道了，哎，啊，嘴角有点往下啊，这个就装了不少了，啊，嘴角往上扬了，这个比较没有装了，啊，好，所以我们修学的情况啊，其实脸上看得出来，啊，自己可以常常从脸上相由心生呢。好，好，所以这个夏老这一段法语很具体的指导，啊，阔然而大公，物来而顺应，事已过，勿留滞，事未至，勿将迎，坦坦荡荡，啊，君子坦荡荡啊。假如我们今天还怕见什么人，见什么事啊？就不够坦坦荡荡了。
这个都要在境界当中啊，观到自己的心念。修行啊，观心为要。心里啊有所忧患，不得其正。你担心什么了？不得其正呢？有所恐惧，不得其正。那有所愤志，哇，那有情绪了，那不得其正了。这都落入贪嗔痴了，三途的因呢。那我们得要啊，观自在了，观自性在不在？一有这些念头啊。哇，自性清净心没了，不怕念起，只怕觉迟。赶快阿弥陀佛提起来了。哎呀，我怎么又起这个念头？阿弥陀佛啊，不能让它相续了。慢慢慢慢的，这些念头就少，佛号就越来越多了。都有个过程呢，这个急不来了啊！所以念佛啊，也是对治个性啊，对治着急，急于求成。所以你看海贤老和尚说的，念佛念的得力啊，这个不是短时间的哦，提醒我们了。我们念的时候，一切莫管，能够万缘放下，字句分明，平平常常，不是很复杂，老实念去，这样就对了。第一念，坦坦荡荡啊。见空很平，平等心待人呢？人的心呢、空寂了，才会灵啊。心上装饰啊，不灵啊，是吧？你心上装饰的，人家跟你讲话，心不在焉。人家讲了几句，哎，你在吗？有，我在听。心没有空了，空才能灵。心空啊，这个，好像这庞蕴居士说的。十方来聚会啊，个个学无为啊。此事选佛场啊，心空即地归啊。这个心要越来越清净空寂了，不能装东西啊。这个是第一念。接着夏老分析的很深入啊。若计较人我，你一讨论事啊，一办事了、就批评人我是非了，那这个就第二念了，分别执着了。或沾顾得失，那我们这样办事就不是真心了。就不是功德了，办事变造业了。修行的人呢，接下来老和尚教导我们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是助修啊，所以做事是积功累德助修啊。不是为了工作而工作啊，
会陷在工作里面。为了修行而工作，为了往生极乐世界积累资粮而工作啊。哇，那这样工作起来不一样了。哦，越工作啊，离极乐世界越近了，而资粮越积越够了。不能计较人我，不能沾顾得失。啊，做什么事啊，得失心要放下。啊，做事的时候啊，要置身于利害之外啊。啊，但是你给人家谏言的时候啊，要置身于利害之中啊，不然你讲的话，人家一听，站着说话不腰疼。啊，都感觉不到设身处地的心呢。哦，所以我们在做事当中啊，跳脱出利害，哦，得失。哎，接着又提醒了，不能基于意气，不是冲动的啊，不是意气用事的，或迁于感情。不能感情用事，悲智双运，要用智慧，要依据啊做人做事的原理。那做事就是功德。哦，所以老和尚让我们要扎三根呢，让我们掌握做人做事的原理原则。不然我们可以检查检查，哎，你真正在做事的时候，心中有没有经教的指导？那三根的指导很具体啊！啊，你看《弟子规》指导我们，比方言语啊，道人善即是善的，啊，扬人恶即是恶啊。你在做事当中一定会用言语的啊，是非以勿轻诺啊。假如这个我们没有做到了，我们去负责事情啊，会延伸出很多麻烦，甚至于成事不足啊，败事有余了。哦，所以儒家强调啊，不患无位，患所以立也。哎，这种心境很重要。不忧患呢，自己没有位置啊，发挥。啊，没有位置啊，做事。啊，患什么？今天假如人家真的用我了，啊，我能不能成事啊？啊，能不能让领导，啊，交给他万事 OK？ 嗯，哎，做事稳当啊，也是无微不至哦。哎，这些心境很重要啊。哎，我们对照对照自己了，哦，都是想着哎，我要去拿到那个机会啊。没有衡量，我拿到之后能不能把它做好啊？哦，所以我们要学大乘啊，这些处事的心境啊，做人的基础啊，哇，那真的四书啊，还是一些重要的教诲啊，跟我们每天处事待人接物息息相关的，还是要懂啊。这样才能积功累德了，这样才能不求有功啊，但求无过啊。哦，你看做事，孔子说的“勿欲速，勿见小利”。
我们处在这个时代啊，不着急就不简单了，这个节奏太快了啊！你看眼睛一张开啊，快快快，刷牙洗脸，快快快吃饭，公车赶不上了，快穿鞋，哇，每天都在这种氛围之下，考试，哇，竞争，想着什么方法，时间又少，又可以考高分，脑子都动这些，动习惯了，一下子不知道什么叫水到渠成，瓜熟蒂落。所以自己种了一棵苹果树啊，看它成长，你急不来啊，得等到明年才有东西吃了啊，最后确实到了明年了，啊，自己不在英国了，啊，供养给别人吃了，我就体会到啊，这不离因果。要吃到苹果啊，还要过福报才行。哦，但是没吃到啊，不能种恶因，不能在那里气死我了啊！但是种了这个嗔恚心的因了，应该说什么？哎呀，别人吃跟我吃一样。哦，这样愚诸众生，示弱自己啊，这样才能去极乐世界。这一念心跟极乐世界相应了。哎，别人吃比我吃还高兴。哦，因为我听到我们院长吃了同仁吃了赚到了。所以这个我们刚刚讲到这个夏老这一段这很有味道的。基于义气啊，迁于感情啊，这个都不是正确的办事态度了。就像我们常常提到掌握情绪啊，才能掌握未来啊，不能情绪化啊，要理智啊，不能遇到事很激动啊，那可能我们想啊，我很想理智啊，可是面对境界啊都被转了，那代表我们熏习的不够，熏习的这个正能量啊，抵不了我们情绪用事的惯性，那还得多熏呢，熏闻成种啊，熏到遇到境界的时候，它很自然就冒起来，就能够以理则情感。以理则情啊！承德之前呢，在听老和尚讲经的时候啊，有很多常常提到的法语，往往在自己面对人事境缘呢，它会冒起来，而且一冒起来啊，这个情绪啊就调伏下来了。后来整理整理啊，整理成十条。跟大众交流的一个主题啊。建立理智的人生观。所以不要基于义气，不要迁于感情啊，这个都得下功夫的。不然理还是理我知道了，不要迁于义气，不要，不要基于义气，不要迁于感情。
那个都要在境界当中练呢，啊，立誓练心呢，啊，多听经，多念佛，啊，脾气有一点起来了，佛号就提醒了，阿弥陀佛，哎呦，不能再相续了。好，这个是夏老指导啊，所以我们呢念之在之啊，这个佛号啊，没事的时候净念相继，有事的时候啊，也是佛心真心啊，去处事待人接物，这样用功没有间断。啊，就是接下来讲的，所有善根心心回向，愿生我国。啊，所以自心性要转专念。啊，但是在我们没有往生之前呢，离不开社会，离不开人群，离不开一切众生。活在世间一天，啊，受那么多恩德，啊，那我们也有本分职责啊，要尽啊，要表好法了，啊，所以师长指导到啊，弥陀世尊和本师释迦如来，他们在经典当中的教诲，我们照着做，啊，这些教诲就。教我们断恶修善，积功累德。好，而这所修的种种善根呢，修积的这些善行呢，只有一个目标，一个愿望，就是求生净土。啊，那就跟这个这一愿的经文相应了，心心回向。那就正住双修了。好。哦，那这里啊，师长也提到啊，你正住双修啊，这个住修呢，偏重在福，福慧双修。有福报的人呢，临命终时啊，心不颠倒。如入禅定，不知道大家看到这几句话有没有警觉性提起来了？我们观察观察，现在世间呢，年纪大了，哎，有老年痴呆的倾向。或者临终昏迷不醒啊，这都是福报不足啊！啊，假如我们遇到这个法门，不好好修啊，临终是这样的境界，那是太可惜了，太没有把握了。所以啊，要分秒必争呢、啊，正住双修啊。哦，尤其万德洪明，能灭重罪啊。哦，果能一向专念，自然垢障消除啊。啊、哦，不但道心成熟。且可福慧增长。哦，尤其啊，我们都不是啊，从小学佛的啊，像承德自己成年才学佛啊，学佛以前
造了不少业。哦，那光吃啊，以前也喜欢吃牛肉啊，这个都是业啊。哦，要好好的念佛修行啊，忏悔啊，哦，每天每次回向，哦，都要给这个累世今生杀害伤害的众生回向。哦，化解啊，这样临终啊，才没有障碍啊。哦，所以临终没有病苦啊，这是福报。哦，那我们之前呢，跟大家有提过，啊，这个断恶修善呢。积功累德，这个助修的力量啊，也是很大的。啊，有一个中医叫周月春，他有一个仆人呢，名德，结果他医术高明啊，跟这个仆人治病，一摸他的脉啊。这个剩没几天了，哦，给了他不少财物啊，让他回去看看父母，哦，最后的面呢，啊，结果他这个仆人呢，路经扬州，啊，遇到一个男子啊，非常伤心啊，痛不欲生。因为啊，他欠了官家的钱呢，把妻子得卖掉。啊，他一个男人做这样的事啊，他觉得太对不起太太了。他想呢，还完之后啊，他就要自杀了。啊，这个周德啊，听完了，把他所有的钱呢。统统给他了，哇！这是圆满的善呢，满善呢。哦，后来他回到家呢，哎，慢慢身体恢复了，他又回到啊中医师这里要工作了。啊，这个周医师看到了，哇，很惊讶。把他的脉，哇！你现在的脉怎么这么健康啊？啊，你回家过程发生什么事了？哦，他就把这个过程讲了。哦，这个中医感叹呢，他行了大善呢，五脏六腑啊，马上就变了。哦，所以他这个故事的标题叫“五脏立变”，立刻就变了。尽心尽力啊，去行善呢、啊，这个功德力啊，蛮大的啊、哦。所以师长指导我们，毫无保留啊，帮助他人呢、啊，这都是圆满的善。啊，接下来呢，经文讲了，乃至十念，好、哦，临命终时啊，十念一念都能往生。啊，老和尚马上举了历史当中啊有例子，好、哦，后面有讲到，啊、哦，老和尚首先。先讲了，唯除忤逆、诽谤、正法。啊，《观经》上讲了，忤逆十恶，临终遇到圣缘呢，也能往生呢。所以，《观经》跟《无量寿经》决定不冲突啊。
所以忤逆罪不是不能往生。哦，可见这里忤逆啊是陪衬的一句话，重要在幕后的这一句诽谤。诽谤的人呢、啊、根本不信，那怎么能往生呢？往生三资粮，信、愿、行。啊，换句话说啊，如果不诽谤，能信受，忤逆罪啊，也能往生。所以讲到念佛啊，这个师长分析了，这个人呢，一生呢没有听过佛号，没有学过佛，直到临命终时才遇到善知识，劝他念佛，求生净土。他一听就相信，就接受，就真的发心，自听到佛法一直到往生，虽然时间很短了、啊。哎，我们思维一下，跟十八愿完全相应了。它是自心性要，所有善根心性回向，啊，完全符合经典所讲的标准。所以他怎么不往生呢？当然往生了。啊，不过念的时间短而已啊。当然时间越长越好、哦、那讲到念佛啊，那善导大师说得很清楚，上根的人呢是净行受、啊、他从遇道开始啊，他就依教奉行，一生念佛、哦、这是缘分好。而这个临终时念的人呢，他一生没有缘分遇到佛法啊，到临终才遇到。当然老和尚接下来讲提醒我们了、啊、不能听到这个临终念佛啊，哎，掉以轻心了啊，产生说我临终再来念，哦，那就麻烦了，就误了因缘了。临终遇到啊，最低限度要具足三个条件才能往生。第一啊，临终神志清楚啊。第二呢，是关键的时刻啊，遇到真正的善友提醒你念佛。第三个条件是一听啊，立刻就信受奉行。这不是我们的缘哦，我们现在就遇到了啊，我们就老实念佛了，正住双修了。但有可能我们的亲戚朋友会有这个缘出现哦，所以我们的内心啊，要相信众生善根不可思议啊！你不要落这个亲戚朋友的不是，可能有机会啊，他生了大病了，临终了，哎呀，他没善根了，我不去了。哦，那可能就错失一个机缘哦。哦，不能小看众生的善根了。啊，这是讲他临终了。其实啊，我们心中啊不能放众生的故，这样我们呢、啊、就不真诚了啊，不真诚了，那自己变冤大头了啊。什么是最冤枉啊？把自己的真心给丢掉了。哎、嗯，好像有个故事讲，哎呀，有一个人真夸张啊，把
搬家搬搬搬到最后呢，把太太给丢了。哦，那对方跟他说，这还不是最夸张的，有人搬着搬着把自己给丢了。把真心给丢了，就把自己给丢了。哦，所以虽然是个笑话呢，也是提醒我们了。老和尚说，最傻的人，就是把垃圾呀，放到自己纯信纯善的心中。学佛要有智慧啊，不能干傻事。古人也留了一句话给我们。天下无不可化之人，但恐诚心未至。诸位仁者，相不相信这句话？好、哦、啊，相信的话呢，那我只要自诚心现前了，众生都有本善，能感动。问题是真心怎么现前？真诚心要现前了，要不见他人故啊，才能现前了。你见他的故啊，你看他的眼神呢、啊，他就不舒服了，就不够真诚了。哦，所以《无量寿经》这一句，众生善根不可思议。我们遇到众生的时候，这句要提起来。哦，那接着，师长举例了，唐朝张善和往生，啊，这个确实是临终十念往生的。哦，所以善导大师说了，临终念佛啊，通于三倍啊，摄于九品啊，莫不往生呢、啊。哦，他不一定品位低哦。哦，所以品位高下啊，这79页老和尚说的，看念佛功夫的浅深。啊，不是念的多少啊，是浅深哦。啊，忤逆之人呢，他往生临终那一刻，忏悔力量的深浅深，决定他的品位。如果他是自诚心忏悔，彻底忏悔，他的品位一下就提升到上上品了，真心现前了。啊、哦，所以师长举的阿舍四王，杀父害母，破和合身。还跟提婆达多合作啊，出佛身血，造忤逆罪了。啊，佛经里面呢，还有哈哲四王传记。啊，但是他临时啊，忏悔。啊，所以一念悔改之心啊，真的从地狱一下超到上品终身，不可思议。哦，所以不能轻视啊造业的人哦，说不定他临命终时往生呢，品位还比我们高，哦，我们还不如他，啊，不可以轻慢造业之人呢，哦，所以，往生呢，一是念佛功夫浅深，往生。一是忏罪浅深呢，往生。啊，所以忏悔的功德不可思议。啊，当然我们听到这里了，那这个忏悔不是临终的时候用啊，现在认知到了，就要用了。啊，真忏悔了，啊，我们也有见过啊。
真的认识他的错误啊，痛哭流涕啊，那真的鼻涕都止不住啊。哦，本来脸色比较灰暗的，哭完了，忏悔完了，整个人的气色都不一样了。所以弥天的罪恶啊，都抵不了啊，一个忏悔啊。了凡先生比喻啊，一灯才照，千年之暗俱除。这个比喻很具体啊，千年幽谷啊，哇，你看千年那么久，可是一灯才照就亮了。但是真正呢，我们，今天，有个朋友发了个 stick 那个话挺有味道的。他小时候说谎啊，心里啊很紧张啊，长大了说真话。心里很紧张啊，这长大了说谎话不紧张了，反而说真话有点说不出来了。本来无一物啊，我们怎么染着这些习气干啥呢？现在道个歉，好像还得深呼吸好久，才讲得出来了。道歉也是真心流露啊！我们真的认识到，哎呀，人家因我而生烦恼了，哎呀，太不好意思了，很自然就讲出来了。所以修行呢，首先呢，把这个面子要卖掉。面子一拿掉了，真心的话、忏悔的话，很自然可以流出来了。好，师长这里讲了，80页第二段，我们学佛。要想符合经上的标准，就要一心专念。所以我们修行是要符合经上的标准哦，不能是自己认为的哦。依法哦，不依人哦，更不能依自己的意思哦。哦，那这里强调的一心专念呢？一向专念要专呢？所以身专拜阿弥陀佛，口专念阿弥陀佛，心专想阿弥陀佛。师长说呢？常常提醒同修啊，务必使我们的心愿解行，一一同佛无二。佛的心愿解行啊，我们怎么知道呢？这一部《无量寿经》啊所讲的，就是阿弥陀佛的心，阿弥陀佛的愿，阿弥陀佛的见解。阿弥陀佛的行持，全在这一部经。所以我们要做事了，这一部经的指导啊，我们要提起来了。用这一部经来思维，
啊，用这一部经的原理原则啊，来处事待人，指导一言一行。而阿弥陀佛的心愿解行啊，全在这部经上。哦，这部经好啊，分量不多，很容易受持。啊，要把它做到，把它变成我们自己的日常生活行持，这样才是修行。啊，修正行为啊，你看言语，我们就要想到和言爱语，劝喻策进。颜色当和，莫相违逆。啊，善护口业，不讥他过。哎，都在指导我们这种修行法就是古大德所说的“万修万人去”所以经不是叫你念给佛听的。佛就欢喜，那是自己欺骗自己了。佛还要听这个东西吗？佛不用，不要听啊，是要念给自己受用，提醒自己呀，依照经典的教训去做。所以念经啊，增上缘，那我们呢？依这些教诲去做，其实啊，《无量寿经》的经句啊，就是我们的自信。借这个增上缘呢，把我们内心里面的《无量寿经》啊，引出来了。何其自信啊，本自具足。所以我们看着经文，不能说"哎呀，我做不到啊"。要想着怎么去做到。大家假如觉得《无量寿经》哪一句很难做到啊，那要提出来，我们可以探讨。不要自己闷在心中啊，你这个疑就去不掉了。疑是大病啊，会影响我们往生的。师长更具体讲了。把《无量寿经》啊变成人生的剧本。我当时听了高兴得不得了啊，因为我中文最差，那我写剧本我也写不了。现成的。做到100%上品上生。90%上品众生，以此类推啊。20%下品下生。那今天我们挑个20%以上，我们好好的来做。那老和尚这一段呢，我们就解行相应了，我们就真的是心愿解行了。跟佛越来越接近了，跟阿弥陀佛接近了。今天时间到了就先跟大家交流到这里。好，谢谢大家，阿弥陀佛。